是不是？久仰久仰。你好。哎哎，香甜哈。我嘛是久仰。哎呦，不敢不敢。是，这个是药材。明显这上无重要的，这卡内底上无重要的。这个重要，当然这第二重要。药引尔啦。药引。啊，这是引尔啦，这卡才是重要。这一握跟这个是羊肉，再加上这个药材。哦，所以你知道我们要煮什么吗？对，羊肉。不是，咱这摆吃只有这单叶素，单药素，单叶素，单叶素，单叶素，就是炼仙丹的一个所在地。对啊，啊，不过你的单叶素，啊，你这个料理名叫什么名？这个叫荤油吧，土窑羊肉，粗，较粗名就对了，我的店名。有点控土窑羊肉。完全不一样。哎，又完全。完全不一样，你看过，你做过，迄个做羊肉咯。起码要做的这个也是简单，因为这卡吼，这个我透过龚独生店长吼去中央图书馆找到这个文献，这个文献吼，伊就直接跟咱讲，这卡是六世纪，在隋朝的时代传来一种炕烧法，炕烧。六世纪隋朝传下来一种炕烧法，古早千古当前，伊是啊这古炕的炕烧法。啊，所以讲利用敢那粗坑伫外面顶烧，由上往下烧，这个是完全反物理现象的一种烧法。神龙摆尾，这个质感很好，哦，那个非常的 Q， 非常羊尾，对吧？羊尾巴了，羊尾，还有跟着你讲，哦，羊尾巴，你讲是用家人的安怎的？咱即卖把这药材放来滴，哦，挂来，这无问题，哈，这无问题，这是应急的啦，这是有救哦，这有救，香哦，啊，好 ，man at， 哦，这是我来的哦，这是你家己用的吗？这算古传秘方，他家己的，啊，你哪会知？谁教你？有啦，因为这吼，社团写啦，好，社团写，啊，你早已经当早已隋朝传的嘛，对，我嘛遐传来，这免这。那我起一个哦，好了，哦，你算平，嗯，平常的赛哟，走一个，敬大家，哇，真正，阿门配哦，我这有青白干配，好喝，哦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不呛，很沉的味道，泡一段时间了，啊，用完就泡，用完就，它的基酒是什么？高粱加米酒，高粱米酒嘛，哦，还有米酒，完全不呛，哎呀。谁个号啊？那我也跟大家敬个酒啊！哪一省的？干了再干了再再，我不敢干了。不敢，很我讲很顺口，很顺口，还有口渴，对不对？不呛啊！这个根本就不是酒啦，就是酒，不是啦，它是入口是水，没有啦，我呀，太超得啦，太超得，厉害，这个喝着很顺，而且还可以口感高啊，这个感觉上就是你睡前呢喝一小杯，哇。好困噶，我来扛酒来，还给我酒哦。哎，对，爱个豆耳冰。老板是用一整箱的扛回来的呢。哎呀，东麦吉算大户哦。那更高。哇，这好看吧？你平常是为了做酒醋吼？那酒醋生意比酒醋开的还快呢。哎呦，还有陈年醋。现在豆轮。哎，对，还有豆轮，对。一起帮忙。到这个是让人家觉得最开心愉快的时候。肆无忌惮的倒进去，一锅一共就要这么多的米酒呢，差不多11瓶半，11瓶半，你有加水吗？你看你加水吗？没有啊，等一下，全部都是酒。对啊，全部都是酒。啊，这边还封，现在先给它封起来哈。有点像，你像那个杭州的叫化鸡那样的。好，把它均焖，差不多的意思哈。后来，可以按你看看哇。哇！你安尼，逐工好耍，你太身痛。你弄不弄一个杀青图？来，安尼，好，恁两个来一段。你先试看麦。哎，他真的有嘞！安尼哦。你这个是有点太极的捏法。是。我想要被人吸气了。感受一下，搓下去的感觉。Q Q 的感觉。安尼哦。啊，对，哎呀，好。身体要摇。啊，对。哎呀，快点来那个帮忙。我觉得你做的非常好啊。这个是要做的，凹下去的，这要什么样？那个是我背，嘿，我是我背，啊，出来了吗？是，出来个泥的，啊，泥的，你总敢来出来？哦，是。这样，没错。他，不要开玩笑，他是真的会读书。哎，来吧，秀一套这个。你别再闹了。霍家拳给大家看一下。什么霍家拳？霍。对，霍。你这边呢？这边人家说的要说好啊。还好吧。
哎，出一支嘴啊，可能就再出一支嘴。这样应该还算。这个是你外婆传下来的。外婆对。啊，你外婆在家里面也会这样弄吗？妈妈年幼的时候，别的给他洗单，啊，家里自己都有，啊，都有养养。啊，可是像你外婆跟妈妈家境算很好，她这个酒就十一瓶。没有，那时候自己酿的酒。哦。自家酿的酒，所以那时候没有公卖局啊。也是。这个这样 OK 的，这样 OK 的，可以的。而且上面这样子有点突突的，我特别的感觉哈。凹下去啦、啊，这边太粗啦、啊。真正是出一个嘴，你真的不要我做了，我是美工科的，你是我告诉你，我把它捏成桃露露拉胚，我感觉。啊，那是看我早点把它撇开。好，现在呢是时候了，开始要准备带发布面具。我已经去带发了。待会进去里面，听说门一打开之后呢，就会这个整个烟就逃。你就会想要逃跑。而且里面。大哥，你已经在里面放了一瓮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任务是这样，陪着大哥进去把这一瓮埋进去，然后把它弄好之后，把那一瓮拿出来。哇，蛮多任务的。但多久时间不知道，但听说我们顶多只能撑30秒。那么严重？我现在后来我发现，对他讲，我们的导演讲的没有错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这个后面是喷油漆的。等一下，这样。人家这才真的防毒面具啊！好，戴防毒面具。好来，高标。高标。袋子能带高点啊！你干脆哦，你看你怎么跟他在这边呢？哎呀，这怎么变形？不行，不能拉。不行啊，等一下。没有，他应该是这样就可以拉。不是啊，他就是要这样子啦，我帮你用啊。好了，没人去这样，就这样，我嘴巴塞进去，他说。等一下，不是那个。用手扶着来。这样快，快一点。好，我来开嘛。哎，很奇怪呢。啊！你太夸张了吧！来，我来盘。这是什么地方？现在里面就像那个月球表面嘛，你要带来这旁边，你会感觉你的声音。小心！进去！他刚刚，你有看到他刚刚模仿你吗？Oh my god！ 我想要进去啦，我冻袂掉啊！等一下，先退两步。刚刚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，惊天动地。这个东西，它需要3天3夜。是。所以他都在肯定一卡，阿你提出来一卡是3天3夜。四天。得四天哦，这才讲。阿你他都在肯定一卡，你个单四天的话哦，你讲。哦。我的妈！这是什么浓缩四物吗？你看那一块羊肉漂浮，哎呦，你还真能夹起来哎，端惨的。这个好像
羊肉带皮的，我跟你说天下无敌，它是软到你看，刚刚牙龈夹的地方，端着这样。这个是不是粒粒皆辛苦的，是三天三夜熬来的。你看这个颜色，晶亮的，琥珀色的。这个汤喝了，哦，我真的很怕我的胡须长出来。我刚才忘了交代。忘了交代 ，MC 第二天、第三天不能吃。啊，那还我要第三张。加了一点，大人爱包大人，爱包大人，真的真的真的，会马上活血，马上活血。啊？刚才在这样，我好像有一点。好，那就不要冒险。那加了一点。妈呀！这一段是我来录了。没有，没有，你真的不行就不要勉强。是啊，您这里加，马上啊。可以看出来，它整个你一夹，你可以看到我整个已经把它的那个中间的腰围都给夹细。哇！你好大的胆子啊！我还把那个羊皮跟羊油的部分，羊油已经完全不油了，它就是一个软嫩的感觉。我一直在吞口水。梁心，你说你对，我不会觉得，因为你吞，我觉得对你不好意思，因为我是帮你。哎，你没有放盐吧？他这个算是个人放盐，吃一辈子的盐了，不用再放盐了。你在干嘛？我想吃车。你现在决定要吃的是？你先吃，我先等你吃完。对啊。我浅尝啊，我答应你浅尝。哦，我觉得酒味还很浓哎。还好吧？我觉得没有，我觉得那个肉里面有包覆着那个很浓的。它就是那种所谓甘甜味。嗯。对啊，觉得这个如果跟客家那种鸡酒比起来，这已经算酒味没有。而且我好喜欢那个肥肉。它等于是你没有加任何的水，然后你它里面有带一个很棒的那种所谓的动物性那个甜度跟油脂。嗯。它就是单纯就是酒跟羊，没有别的东西。就很干净，我觉得是一个很干净的食物。简单讲的，就是用阴凉啊，会素的，啊，咪来连三面三只都较简单。嗯。哦，所以讲这卡吼，合理讲实在讲不了啦。啊，但是实际上吃起来，就敢那香港人咧讲讲，哎，清清啊在吃，我完了迄个吼，过点脆炖。就是用气换来的一锅汤。我会觉得有这个机会早点预约啊，这卡吼，它不是这样卖的。他没有卖整咖的，因为卖整咖听说蛮贵的，他就一碗一碗卖。小小锅。对，或者比如说小锅，对，小小锅，啊，这一个可以装几锅？六小锅。六小锅，那简单，六个人团购一锅刚好，对不对？这是简单啦。一个人吃不了一锅了，嗯，所以六个人，对，六个人团购就可以买了，团购开放团购。好，我不好意思，现在剩下两组哦。哦，很黑呢。对，现在他们关灯让他们午休。我是错误觉得，你的鸡怎么都这么小只啊？因为鸡还没长大啊。哦，这不是大的鸡哦。不是，我现在还在饲育的阶段，现在是小鸡。小鸡啊，他们刚刚在睡午觉哦，然后我们灯打开，叫他们起床，我要把饲料打开，他们听到这个声音就会往饲料盘移动了。其实这个鸡哦，我们养在里面啊，它已经很习惯那个声音，那个饲料一启动的声音，它就很习惯。真的，你看那边，那所有的鸡都往中间移动了，他们也不太怕人哦。是穿很鲜艳的衣服啊，那种颜色进来啊，他们就会开始紧张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是变态的感觉。没有啊，啊，我不够鲜艳。造谣，造谣。哎，啊，就没声音了，就喂一下下而已。这样其实就够了。我们的厂哦，不希望说一直喂鸡，让它吃得太胖。其实对他来说反而不好。但你怎么知道哪只鸡有生病？一定要进来巡。怎么巡？我就是进来里面走路，所以我几乎每天哦都待在养鸡场这边。那我们人道养殖就是说不会去约束它，不会把它关在笼子里面，它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。他们也算是懒培，它不太怕人哦。天天都跟我相处。我们进来在看鸡的时候，会看鸡它的精神状况。它现在眼睛是张开的嘛？对。那鸡假如说它不舒服的话哦，眯起来。对，它眯起来，像在睡觉。现在是不舒服。所以它现在是舒服的状态。它现在是很有精神。这个养了几天？这样子是第17天。17天长这样大嘞。我抓看。你不太敢抓，对不对？不会啦。我觉得他有可能会喷大便。真的吗？开玩笑。你第一次抓鸡吗？抓这么小的。你讲话干嘛？赶快放下来是怎样？就是抓那个毛还没长齐的。哦。你会怕哦？
这很奇怪，一个是对啊，台北一个都市小孩哦。所以说台北怂就是这样啊，没有尝试也要看电视啊。但说真的哦，观众朋友，有闻过鸡舍的味道吗？这个鸡场啊，还真的没有什么臭味耶。吃的营养，活的快乐，在健康的环境下养出来的鸡肉，哎，很值得期待。这鸡胸哦，对，这是鸡胸，胆子很大呢，敢这样做鸡胸呢。我们有经过疏肥这一道程序，就不会有那种干柴的口感，嫩啊，很嫩啊。嗯它肉的纤维非常细哦。乍看我刚没仔细看，我以为像鹅肝、鸡肝这样。哦，接下来是这个。对，这个是我们的鸡腿。其实我们在煎的过程当中啊，一样都没有放油。当然，就是接这鸡皮这样子放油就太不健康。是，没错。这个好吃。有这么多的鸡，比如说像现在外面坊间有那种类似，比如像贵丁鸡啦，会产值，就是价钱会更好。你没有想说要养点别的吗？其实每个鸡哦，它专业的领域都不一样。对，那我觉得说，既然爸爸他这一代就是白肉鸡，那我也想要说继续把它传承下去。而且还有一点就是，其实白肉鸡在大多数消费者的既有观念里面，他们都对白肉鸡有很大的误会，就是说白肉鸡啊，可能有打生长激素啊。对，你有没有打？从我们家养白肉鸡20几年来，生长激素这个东西我还真的还没有看过。今天讲你的白肉鸡养多久？在台湾的话，这个市场呢大概是35天左右。35天也不用生长激素啦，对不对？要365天就生长激素就算，没有那必要。那尤其有一些妈妈，他们还是会对于35天这个会觉得很害怕。为什么？他们觉得说太短。对，以前怎么好像我们养的土鸡啊，好像养在自己家里养的，好像都要养100天，养90天。大小只啊，对，大小跟要求你的肉的细腻度啊，对不对？对，还有一个就是说品种不一样，因为白肉鸡其实白肉鸡一样也可以把它养到100天，它会怎么样？那一只公鸡会超过5公斤，而且那个肉会很硬，成鸡精啊，哦，鸡腰精。不管土鸡、乌鸡还是白肉鸡，只要健康又好吃啊，就是好鸡。这次食材可以说是大丰收，不只有无毒白肉鸡、高品质秋葵，还有媲美高档欧洲食材的火龙果花苞啊！哎呦，真是迫不及待要来料理了。但先看看福利到底准备了什么啊！好，你蒸了多久了？来，我蒸了大概20分钟。哎呦，我腌一些泰式的咖喱、匈牙利红椒粉。我突然想不起来，你刚是卡住吗？对，卡住。匈牙利红椒粉，然后那个蒜盐，蒜盐是不是？好，然后一点那个。你这还要烤哦？我要再烤，把那个皮烤香一点。哦。你看那个鸡的汤，对不对？然后把它做成酱汁，要抹在上面。哎呦，你很用心呢哦。当然，这一看就很好吃啊。哦。嗯，那你下去已经闻到那个香味了。嚯，哎，好像人到了泰国了。对啊，对不对？很香了。OK， 所以这算是一种策略性的菜单呢，哈。对，因为我味道想要把它突出一点，重一点，然后让整个后面的人这样闻到，哎呦，怎么那么香这样，对不对？嗯，好，看样子轮到我了，我就用我的味道来把你压过去。做法很简单，把鸡肉啊切块之后，用各种辣椒调味料爆香，再加上秋葵、火龙果花苞和蔬菜一起爆炒，不用想就知道，这绝对是香气四溢啊！这个就是开火鸡哦，这个一开始的气势就吓死人，要炒到那个鸡肉啊的鸡汁几乎快干的时候，它的那个腥味就会被你炒掉了。好，啊，姜可以放进来，蒜头，好像在当兵哦，大锅炒，对啊，那你可以把它剥开来看，有没有？像这边都是油了，这边就代表说它的腥味已经都拿掉了。都炒香了之后，来豆瓣酱，豆瓣酱也要炒，它才会香。然后再來就是把香气堆上去，辣油、干辣椒。蒜苗、叶子先进来，哦，这个秋葵、火龙果的花进来，水、酱油来一点，白胡椒、花椒油、葱，葱蒜进来。如果你要做汤的，没有啦，柴火鸡啊，我没有吃过。香菜丢进来。你还给我成跳水状态哦！
好不好吃？好不好吃？嗯。我就说我的香味很厉害吧，看看大家都闻香而来，那些试吃过的人也都对秋葵和火龙果花苞啊一致表示好评。哎，说着说着，我的母狮牛柴火鸡可以准备上桌了。哎，福利，你的烤鸡应该好了吧？我这边呢，鸡肉都烤好了哦。我烤了一些洋葱，然后还有柠檬，最后我再刷一点酱。我的酱呢，里面有那个椰浆，然后还有孜然粉，还有刚才那个蒸鸡的高汤鸡汁，然后去调成一个酱。然后一边烤的时候一边抹，它那个味道会更进去了。所以你还没好吗？好了，我再来就是把这个香菜呢，我就直接把它撒在这个烤鸡上面。你这边可以帮我拿一个柠檬，感觉到很烫，还好。然后把我挤在这个鸡肉上面，你不会烫哦？还是你给我的这个比较烫？我的也很烫啊！来挤在这个鸡肉上面。好，因为柠檬又去烤过之后，精油味道比较容易出来。精油出来，然后它里面那个糖分变那个焦糖化，所以它那个柠檬香气会更甜更香。对，很好，利用当地食材组成的柴火鸡和泰式风味的烤鸡终于完成了。看看呐、这摆满长桌的一家一菜，只能说入场的乡亲朋友们很热情啊！等了这么久，还问的这么香的料理，肚子都饿了吧？话不多说，我们上菜了。好，大家可以先试我的试试看。来来来，不用，来，那去夹我站旁边一点这样。啊，尽量里面汤汁也可以夹吼。啊，有豆腐那个哦，你要是那个鸡肉要是。火龙果跟秋葵都要吃，那火龙果的花是第一次这么做的啊。眼睛亮一点的话就夹鸡腿，眼睛不亮的夹鸡胸，哦，会不会太辣？不会啊，不会哦。你在找什么？秋葵。秋葵哦，啊，你有那个火龙果嘞，这啦。你火龙果你一顶半的夹给。哦。试试看。那现在问一下养鸡的朋友，这样这鸡肉还可以吧？啊？比我妹煮的好吃。哇，你这大义灭亲呢，吼。哦，不要再做宽料理。不会不会，你就照着这个，其实很简单的，做菜都很简单的。秋葵很好吃的，秋葵好吃吼。嗯。这个花苞了，谢谢。嗯，花苞很特别哈。对啊。火龙果的花苞。对啊，所以你看，你如果这样的话，你这个花苞以后就可以这样炒，就很好吃了。太多了。啊？太多了。太多卖出去啊。要有人知道怎么做啊，所以啊，我们就来拍啦，对不对？要推教大家怎么对哦，怎么样？哦，吃了没？就很饭店的味道哈。是吗？对啊。饭店味道是什么味道？高级感有了，在蒸的过程中它入味之后，肉质是软的，再花一点时间把它烤到外面有点酥酥脆脆的，肉的水分也有，外面焦香度也够，哦，所以为什么我说饭店的味道？不然我们在家里面直接拿去烤了，对啊，对不对？这么费工的做法，可能在一般家庭中比较难去做到。但其实偶尔花点巧思，像是把柠檬烤过、焦糖化之后啊，会更香的小技巧，也能让平凡的餐桌上有点新气象。双厨料理一致获得好评，接下来就试试陆嫂朋友们的菜喽。西瓜鱼、猪赛马鱼，一株西瓜，只留一个大瓜，那剩下的小瓜怎么办呢？那我们的农夫都很勤劳，就是很节俭，把它拿起来腌一腌入菜，这个叫真的是很好吃的一道。不啦，西瓜鱼哦，我们常常有吃的。鹿草是西瓜的嫁接的祖宗。全台湾所有的西瓜子子孙孙都是从鹿草出去的，嫁接出去的。鹿草的嫁接技术是世界有名的。我觉得鹿草是一个蛮特殊的地方。对，我们从你看我们，我也不好意思跟你讲了。我们从下了高铁之后，人家问我说鹿草在哪边，我没有一个人知道。问不到。对啊，你还没来鹿草之啊？你应该录影有录过吧？你也没有录过。哦，你看你当摄影师当几年？快三十。快三十年没有来过鹿草，没有听过鹿草。你台中人总有吧？也没有，没有。不好意思，我在这边为我们三位的摄影师深深的跟你说不好意思。所以，莎莎，你没有来过。所以问题吧，就得练来当鹿草，就得让鹿草大家知道，对，让大家知道。我们从完全没有听过鹿草，一直到透过校长带路了解鹿草，你可以看到啊，为数不少的年轻人返乡接棒家里事业。保留传统之余，还会想办法友善环境。这里啊，不只有产业，还有美食，有文化，还有乡亲朋友们浓浓的人情味。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，因为像所谓的一带一路也好，或是一家一菜，对，我很羡慕你们有这样子的环境。
对，我们都很团结啦。对，而且我们的产品都很健康、安全、无毒，这样的概念。那当然，最后还是要这个跟大家讲，所以做菜很多时候啊，多尝试、多吃。哦，不要说做了之后就以为自己做的很好吃，哦，是不是这样，妹妹？遇到强敌哦，不要这样讲，不要这样讲哦。这个氛的三星的，这边的氛围非常好，所以欢迎大家多认识哦。这个所谓的鹿草，给大家布个空，很快啦。嘉义捷运站下，高铁高铁站呢？嘉义高铁站下来十分钟就到了。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就算你七分钟，所以你知道这么方便，就七分钟就从高铁站就下来。交通方便，没有人理你，你再坐回去也快啊。不会哦，我会理你，不用担心。来，理你，找校长，好不好？真校长，真校长。希望大家多来这边走走。好，好，拜拜拜拜，一拜一路。拜拜！肚子饿了吗？记得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持续锁定詹姆斯的速度料理。吼吼，加班喽！